青少年教育活动家。与23个国家、29位首脑一起探讨青少年问题，创建 IYF 国际青少年联合，创建 Good News Go 海外释放团，创建格拉西亚斯合唱团。2020年网络圣经布道会面向94个国家、276个电视台，面向10亿人口传播福音，出版59本心灵书籍和信仰书籍。我要使年轻人带着幸福入睡，带着盼望起床。朴玉珠牧师。Hello, everyone. 各位好。各位非常愉快，但也有点疲倦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在进入着完全新一个新的世界。那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圣经，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八章的话语。我们从一节开始来读一下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在1995年去美国遇到了一个年轻的青年，这个青年来到韩国，在我们家里面生活了6个月。6个月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洛杉矶。那在洛杉矶看到他的人都吓了一大跳。在过去他吸毒而且带着枪，可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他改变了很多。等到他回到洛杉矶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特别惊讶：你真的不想吸毒吗？那不知道你能持续多久。可这个青年到后来也没有吸毒，周围的人都特别惊讶。第二年有20多个青年呢带着一块呢来到了韩国。在韩国我们一起生活了1个月，然后28个人又重新回到了洛杉矶。很多父母联系我：牧师，我的儿子改变了。那我无法相信，他听起来不像是我家儿子。各位，这一次我们夏季的大会呢，
准确的有5000万人的通过视频网络参加着本次大会。真的有很多的人在改变着。各位，我们通过这样的大会，有许多年轻人在改变，真的特别惊奇。那这一次在韩国参加这次大会，有很多很好的见证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改变的时候特别的神奇。如果要讲这样的话，我真的是讲不完。其实人有很多不知道的部分。那我们读行淫的妇人这个话语的话，这个女人她准确地知道在行淫时如果被抓就会被石头打死。她明明知道这一点，可为什么还要行淫呢？各位，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我们。那我们被这股力量牵引之后呢，就会到我们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上。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来找我，她说，牧师啊，釜山有一个朋友，希望牧师能跟他见一面。所以那天他坐着高铁上来了，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来找到了我的办公室，然后就讲这个妇人就讲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。这个妇人呢是服装设计师，那他设计的衣服特别漂亮，所以有很多人呢从首尔呢来到釜山来找这个设计师来设计衣服。在20多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赚了几百万了。这位夫人跟来我们教会的这个朋友呢一起来找到了我。这位夫人跟我讲了他过去的许多事情，结了婚之后生了非常漂亮的女儿，到后来跟丈夫不和，然后就离婚了。这女儿还小，跟他在一起，各有一个跟他要好的一个算卦的人。这个算卦的说，这个妇人跟这个女儿呢离得越远越好。他虽然特别想见自己的女儿，可以见不着面，只能把她送到首尔的亲戚家里。离了婚之后，他的哥哥跟妈妈呢帮助他一起做生意。有一天算卦的人来找他说，你要赶走你的哥哥跟妈妈。我怎么能赶走我的哥哥跟妈妈呢？这太不像话了。你随便，那你以为你这生意是因为谁能做得这么好？你到后来别后悔了。然后他就没有办法，就把他的哥哥叫了过来。他说，哥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那等下一次我把理由告诉你，但现在呢请你离开这个公司。然后呢就把他的哥哥跟妈妈给赶走了。他的哥哥跟妈妈呢好变得像仇敌一样离开了这家公司。然后那天晚上因为这事业不顺利，所以呢睡不着觉，一直到凌晨2点都特别痛苦。到了凌晨2点，
他听到有人叫自己。他虽然不明白到底这个声音是真的在发着这个声音，还是在心里面叫他，但他能感觉到是在叫着他。然后就说，你到现在为止做了太多的事情，现在你要休息一下，我会让你休息的。那他呢，听到这个话呢，实在是太温暖了。啊，对，我实在是太疲倦了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然后呢，就继续进行对话。打开窗户，他打开了窗户。他住在38层高的这个大楼。他看楼下的时候呢，街道上特别安静，只有路边的灯是亮着的。这个声音一直在告诉着自己，你爬到 窗户上，然后跳下去，从38层高的地方跳下去的话，只能是死了。人活着反正都是为了死，死了就结束了。你死后就能非常平安的休息了。他心里面产生了要跳下去的这个心。可在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自己在首尔的女儿。可这个鬼呢，特别特别奇怪的，特别了解他的心。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，可这个声音告诉他说，你在想你女儿是吧？你妈不是喜欢钱吗？你不是有两栋楼吗？你死了之后呢，他会把你的房子给卖了，然后会好好照顾你家女儿的。这个夫人真的心里面特别想跳下去。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在一个月前，自己的五个朋友呢约好了要去登山。明天说好了要去登山，然后那天晚上呢一起聚在一起准备啊，一起玩，然后回到了家。啊，明天晚上，明天早上别晚了，我们一起去爬山吧。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聚在一起，发现只有四个人，一个人不见了。然后仔细一看呢，这个朋友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起来，然后在在澡堂呢自己呢就上吊自杀了。那现在这个夫人也是有人在她的耳边告诉她跳下去，你太辛苦了，你现在要休息，死了的话这个世界就结束了，你就可以休息了啊，你就可以平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夫人怎么想的？她突然想到了这个事情啊，一个月前那个朋友就是听了这个声音才自杀的呀。他一想到这个事情吓了一大跳，就把这个窗户给关上了，然后就在家里，在首尔的他的朋友给他打了电话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啊，我现在在网上找精神科医生，
我今天一定得跟你说说这个部分。什么呀？你说吧，没事儿。你见一见我们教会的牧师吧。行，我去见吧。那明天早上你坐高铁来首尔站，那我去接你。所以这位夫人跟来我们教会的这个姊妹呢，两个人一起来找我。我在听这话的时候，这邪灵呢已经计划好了要杀死这个妇人。那我对这个妇人说，你得相信耶稣。他回答说，下一次再信吧。现在她跟丈夫离婚的事情也是，她如果跟丈夫在一起的话就没有机会自杀了，所以故意让自己的女儿在遥远的首尔也是，然后又赶走自己的哥哥跟妈妈的也是。这是邪灵为了叫他去地狱要杀死他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那我这么一看呢，发现这邪灵要杀死他，今天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所以我对这个妇人说，大婶，你得相信耶稣。可他说呢，我下一次再信吧。现在要将他的生命牵引到永远的地狱当中，邪灵呢用这种方法来带走了自己的朋友，然后现在他的计划也是要将他带到地狱里面。可这个妇人连这个都不懂，说下一次再信。我吓了一大跳，所以我就大声的喊叫说，夫人，你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。所以这个大婶也是吓了一大跳，所以就迫不得已就相信了耶稣。那一天他罪得赦免了。然后结束之后他回到釜山，他心里面怎么想呢？啊，我信了祖先神，如果我信神的话，那些祖先神会不会来找我麻烦？他心想自己的女儿会出现交通事故，所以心里特别不安。那他坐着车回釜山的时候，想到这个事情让他特别的不安。到了釜山的时候他怎么想呢？那神为了我被钉十字架，洗净了我的罪，那他是爱我的，他会保守我呀。所以到了釜山之后，他心里面得到了平安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他回到家里面，一直以来呢，他买了那些很昂贵的符咒，然后说的这些 符咒、啊、都得在厕所里面烧。那这个一定要在厕所烧吗？在哪烧不都一样吗？其实然后他说呢，他在厕所烧这个的时候就出现这种这种声音，特别吓人。可那一天的这位夫人呢就罪得赦免得救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神的圣灵引导着他，现在在过着非常明亮非常好的生活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还没有跟自杀的人交谈过。跟自杀的人怎么交谈呢？没办法交谈了是吧？可是我跟曾想
尝试去自杀的人交谈过很多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。这邪灵也看不见，也不能用手摸。可大部分自杀的人呢，会受邪灵的引导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丈夫带着自己的妻子来找我，然后我一听，丈夫是警察，等到丈夫早上上班的话，他一整天都跟邪灵对话。各位周围有没有人跟邪灵对话呢？各位听过这种事情的人举下手。没有人吗？啊，这里有一个、两个，还有三个、四个，还有，可能不懂的人不太清楚，可却有很多的人跟邪灵对话。有一个小姑娘对自己的朋友说，我最近有男朋友了，啊，你介绍给我看看呢。行，你来我家吧。第二天晚上他就来了。第二天他就来了。大概到了傍晚8点9点的时候，突然这个朋友就开始说话，然后特别的高兴，然后他就感觉特别奇怪，然后坐在旁边听着，也不知道是跟谁说话，反正就在那儿一直说着。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可能是他的男朋友离开了，然后就说，啊，你看见我男朋友来了吗？啊，有点奇怪呀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男朋友来的时候门都没有打开呀，而且他走的时候也是这个门也没有打开。啊，你怎么随便这么乱说呀？这门打不打开有什么用啊？反正他来了不就可以了吗？这真的吗？就这样，有很多人被邪灵牵引。那一般人认为呢，被邪灵牵引的人呢，就是随便脱衣服然后大吵大闹，以为这样的人才是被邪灵牵引的人。可有的人呢，被邪灵牵引了，也是自己都不知道被邪灵牵引了。而且我虽然没有跟自杀的人对过话，可是我跟那些尝试自杀的人对话的话，几乎他们都能听到心里面有声音说要让他自杀。我在大田的时候，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，这个被鬼附的人还有她的妈妈来找我，让我给她祷告，所以我就让这个被鬼附的人跟她的妈妈住在我们教会里面。有一天我外出回来，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，然后她就一直在哭。一看呢，是那个被鬼附的女人。然后我就过去对她说，你安静一点。各位想一想，小孩哭都特别难听，
可一个中年女人在那儿啊，在那儿哭，该多么难听啊！我说你安静一点，太吵了。实在是太难听了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但是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又见到了他。那一天呢，他的精神比较好。那我就问了这个妇人，上一次你为什么一直在哭啊？这个妇人说，总是在他心里面有人，总是跟他说让他死。那有一次，那到了大街上，看到一个大卡车过来，有人告诉他说赶紧跳跳跳，跳进去跳进去。这个妇人心里面想，如果真的一不小心的话，真的就会死，所以太害怕了，所以一直哭。那万幸的是，自那以后呢，他的精神变得特别好了，所以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各位，几乎所有自杀的人当中，真的有很多的人呢受邪灵的牵引。这一次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八章的话语，这个女人明知道行淫的话会被石头打死，可为什么还要行淫呢？那大部分这种情况呢，都是邪灵说没事没事，就这样欺骗着她，然后牵引她。各位，我在1962年遇到了耶稣，在我心里面迎接了耶稣之后，我的生活就改变了。在那时候，虽然没有这邪灵的声音在我心里面说让我这样那样，可我在黑暗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我能够经常感觉到是邪灵在牵引着我。当时我特别痛苦，可在1962年那一年，自从我罪得赦免之后，从那时候开始，邪灵在我身上就结束了，然后圣灵开始引领着我。虽然用眼看不见，但是在我人生当中，圣灵一个一个的在引导着我。在2020年，因着新冠病毒，全世界都在经受着困难。我们在复活节那一天，我们开了3场聚会，有600万人进来听了我们的话语。光是在复活节一天的时间里，我们能够听到有数千人听了福音得救的这样的见证。然后到了5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通过网络在网上进行聚会，有10亿人口呢观看我们的节目，然后听了我们的话语之后得救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每一年到7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釜山海云台办开幕仪式，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为期2周的 IYF 世界大会。在这2周的时间里面，全世界的青少年来到这里之后会得到很大改变。那从上周日开始，就是这样的，时间在流逝着。
非常惊奇的是，蒙神的恩典呢，这一次来的人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。各位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知道了有邪灵的存在。那靠耶稣，我们罪得赦免得救的话，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他代替我们抵挡邪灵，神的灵进到我的里面。让我能够经历到过去未曾有过的平安、喜乐和幸福。各位，这一次我们在举办韩语演唱比赛的时候，在去年呢，我们进行韩语演唱比赛，从缅甸来的那个团队呢，获得了大奖。从缅甸来了一个团员，他出来之后呢，他租了房子，因为他没钱交房租，所以差点就被赶出来了，所以特别为难，特别痛苦。然后朋友们就劝他吸毒，啊，我都说了我不吸毒了，没事儿，你就吸一次吧，你会变得特别平安，你的痛苦就会结束。然后这个朋友呢就开始呢吸毒，吸毒之后呢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面。可到后来呢，出来之后呢遇到了我们 IYF， 他特别高兴的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然后也戒了毒。本来想自杀的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然后去年在我们进行外国人演唱比赛的时候得了大奖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通过 Zoom 有全世界的青少年们都进来。有许多的人，有50,000人进来听我们的音乐，通过 Zoom， 通过网络进到我们里面来。那我们现在能够听到他们有很多改变的见证。这人特别的愚昧。那在自杀的人当中，有些人呢，他们没理由自杀，一点困难都没有，可有一天突然就自杀了。这个妇人也是在那天晚上，她心里面产生了想要自杀的心。啊，你到现在为止实在是太辛苦了，你现在得休息一下了，我会使你得安息。你从38层楼跳下来吧，那就结束了，会非常平安。他真的产生了想跳下去的心。可是他想到了一个月前他的朋友明明约好了要去登山却自杀。这妇人就明白了，当时这个朋友就是听了这个声音才自杀的呀。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门都给关上了。第二天来到首尔见到了我，得救之后现在过着非常蒙福的生活。那这个行淫的妇人为什么行淫呢？那在俄罗斯有一个地区叫 Vladikavkaz， 那里有我们的 IYF 支部。我曾经到过那里，那里有一个人呢请我吃饭。有一天我受到他们的邀请去他们家里面吃午饭，他们不是信耶稣的人。
那当时我们算上同工加在一起有30多个人受到了邀请，然后他就对我说，朴牧师太感谢了，那他在 Vladikavkaz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旧苏联的时候呢，这里是做这个啤酒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。那在苏联的时候呢，苏联呢就定了一个领域区域，说这个区域呢做工厂品，那边呢做农产品，这样分开之后，那这个 Vladikavkaz 这个地区呢，它在俄罗斯呢主要负责做伏特加这个酒。那他们造的这个酒呢，会在全俄罗斯销售。所以苏联崩溃之后呢，那这些国家呢全部都解体了。他们伏特加的销量呢只达到1/3左右，所以在伏特加工厂里面工作的2/3的人呢全部都失业了。那些黑社会呢就劝他们吸毒。那这个毒品呢是从苦科这个树里面抽出来的，这苦科树里面有 39 这样的一个物质，这个物质呢就是99%纯度高的是这样的一个毒品。那这里为什么会有 39 这样的物质出现呢？那从这个扣卡这个树里面抽出扣卡来的时候，为了从中抽取更多的扣卡，那在里面会使用化学药品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扣卡物质呢就会变得更多。那在毒品当中，这个扣卡就是 39， 它是纯度99%的。那纯度达到99.9%的扣卡呢，它是很纯的扣卡，所以我们吸这个毒的话，很快就会通过尿液呢就离开我们的这个体液，所以我们光是吸这个斯尼奈这个东西的话是很难上瘾的。所以人们呢，他们尽可能想去找这个 39， 可因为很难去区分到底是这个 39 到底是真是假，所以实际上呢，要找的这个 39 这个药品的话是很困难的。所以一般的那种扣卡呢，里面掺杂着化学药品。因为那些很纯的扣卡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来的话，会通过小便会直接流出去，所以我们说的说是 39 就是39呢，其实不是这个很纯度很高的39，因为里面包含着这个化学药品，所以打针或者是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来的话，因为有这个化学药品掺杂着，所以没有办法让这个药呢很快的离开这个身体。那这个毒品呢留在身体里面的时间就会变长。那一般的扣卡呢，只要吸1-2次的话就会上瘾。
那我到了这个 Vladikavkaz 的时候，我看到那里有很多吸毒上瘾的青少年，当时我说了属于我们 IYF 的青少年当中有30多个人戒毒了，我给他们讲了大概有30个人来到我们这里之后戒毒的事情，他们想戒毒也是戒不掉，可罪得赦免得救之后蒙神的恩典，他们戒掉了这个毒。所以弗拉迪卡普卡斯这那边的一个居民听到我来了之后，他说想邀请我吃饭，所以我就去吃饭了。我带着30多个同工一起去吃饭，那他说呢，说牧师啊，这一顿饭呢是俄罗斯传统皇室的菜肴，这是俄罗斯皇帝吃的饭。那我把牧师当作俄罗斯的皇帝，那我用俄罗斯皇帝使用的方法来礼待你。一开始是一个下女呢来端着这个盆过来让我洗手，那我就去洗手，然后这个婢女呢就给我一个手巾让我擦手。那吃饭的这个顺序呢跟皇室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他对我说，牧师这弗拉迪卡普卡斯呢每年都因着毒品呢有很多青少年死去，牧师你在这里建立 IYF，所以有很多的人因着 IYF 呢本来应该是死的，可却获得了新的生命。我作为一个市民，我想表达我感谢之情，所以今天请你吃这顿饭。那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内心非常火热，本来一吸毒上瘾的话就很难解脱出来了。在美国有一个叫霍里奥的青年，这个人是从南美来到美国生活在美国的，虽然美国的警察断绝提供药品的这些销售处，可因为在美国很容易就能找到毒品，所以大部分学生们在学校也能接触到毒品，可却有很多的人开始吸毒的话就没有办法摆脱出来，一辈子都陷在这里面。然而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，罪得赦免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一般人们不安焦躁的时候会去吸毒，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主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不安的心就会消失。然后就能过上明亮喜乐的生活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，那我们走错道路的大部分人呢，虽然这么看的话是不明白的，可其实是邪灵在我们心里面牵引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自杀，使我们吸毒，真的破坏这个家庭。我们能够发现他不停地在做着非常黑暗的事情。然而我们在全世界在创建 IYF 这个团体之后，
我们通过圣经来引导他们，让他们从中解脱出来。有很多的人来到 IYF 里面，真的本来想自杀的，但从中解脱出来，然后从邪灵当中解脱出来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全世界有很多政府支持我们 IYF， 不管是我们所做的心灵教育，真的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人得到改变。在上一次我去了南美，我跟四国的总统见面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请您给我们国家所有的学生们进行 IYF 教育吧。所以本来想马上开始的，可因为新冠病毒呢，所以现在延期了。我们现在 IYF 心灵教育的教材都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在韩国有4000个人为了成为心灵讲师，所以正在接受培训。所以现在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，能够将这个心灵教育传播到全世界。然后我叫各国的公务员来到韩国接受这种教育。科特迪瓦那边的人来2月份来到这里，本来想接受3个月的课程，可因为这新冠病毒，所以一直留在这里。前天的几乎全都走了，还剩下几个人。那在肯尼亚呢，他们请求政府官员来接受我们的这种教育。那我呢签了字，然后也开始准备这个事情。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呢，正在准备跟我们携手一起进行这种心灵教育。那现当今我们年轻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思考。去非洲的话有叛军，加入叛军的那些孩子们15、16岁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怎么射击，然后就参加。那加入叛军的这些孩子们会被很奇怪的想法抓住，那他呢开始射击的时候，他们的朋友一个一个死去。那等到他加入叛军1、2个月之后，那渐渐的他的朋友死去的就越来越多了。那人们就会产生很奇怪的想法，他自己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争，那有很多人死了，可自己没有死，所以就觉得自己不会中枪，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，所以他就大声说大话，说自己不会中枪。然后有一天心想，哦，我中枪了嘛，然后就死了，几乎不去思考，就这么生活着。所以我们通过我们所传讲的心灵教育，稍微了解一下思考的方法的话，那就不会受邪灵的引导了。那个警察官的妻子，丈夫白天上班的话，一整天都跟邪灵对话。这个妇人因着邪灵非常痛苦，我把他带了过来给他祷告，现在邪灵离开之后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各位，这邪灵做工的事情，所以那些人要不就发疯，要不就自闭，要不就是孤立，但遇到 IYF 之后完全改变，过上新的生活。这行淫的妇人也是，他被邪灵欺骗之后呢，去行淫了。
可能邪灵在他耳边轻述说，你这么做的话不会被抓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不会被抓，你去行淫试试。他被邪灵给欺骗了，所以就去行淫啊。对，最终呢他只能到被石头打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，可耶稣呢却拯救了这个女人。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说这个妇人正行淫时被拿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耶稣在地上用指头画字。那为什么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呢？因为神爱了我们，所以将律法赐给了我们。这律法如果遵守的话都是祝福，可如果违背的话就是咒诅。用律法的话没有人能够得救，都会遭到永远的灭亡。所以就像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一样，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那第一个所立的约呢，遵守的话就是祝福，不遵守就是咒诅。可没有一个人遵守了律法，所以在第一个法里面我们全部都是咒诅。可神爱了我们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另立新约。给我们律法是为了叫我们知罪，然后来到耶稣面前靠他的血来罪得赦免的。可人们却陷在罪恶当中。现在我们明白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洗净了我们罪的这一事实，让我们从撒旦当中得到解脱，那就能够获得罪的赦免。当今有很多人上教会，却有很少人罪的赦免。可 IYF 呢，在准确地告诉我们通过圣经罪的赦免的方法。所以罪的赦免之后，引领我们，让我们过幸福的生活。各位来我们教会的人呢，几乎大部分人都罪得赦免了，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一起生活，所以几乎没有可能性被邪灵欺骗，被邪灵接引。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一起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他蒙到了说不尽的祝福，能够蒙到福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通过这样的大会，我们真的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个，只要跟耶稣在一起的话就能战胜邪灵，就不会被邪灵欺骗。那与耶稣基督一起同行的时候，能过上非常蒙福的生活。每当举办 IYF 大会的时候，我会讲很多部分，可通过心灵教育呢，让我们不再受邪灵的牵引。不管是从我们从欲望当中的诱惑，自杀的诱惑，还有从绝望当中拯救我们，叫我们罪得赦免之后，使我们过上明亮而又喜乐的生活。那各位，我们所讲的话呢，是以圣经为标准讲的。耶稣对行淫的妇人说，说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这女人就说了，说主啊，没有。知道耶稣说什么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女人犯了罪，
他行了淫，他只能被定罪。可耶稣说什么呢？是说我也定你的罪呢，还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呢？耶稣不定我们的罪了，只有邪灵才会定我们的罪。那他不定我的罪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本来是由我来遭受的这刑罚呢，全部都由耶稣在十字架上遭受了，所以使我能够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，给我们施下了真正的平安跟恩典。我在1962年遇到了耶稣，罪得赦免。1962年前呢，我的生活非常悲惨，非常黑暗，非常恶，非常丑陋。62年那一天，我罪得赦免之后，耶稣进到了我的心里，耶稣赶走了我内心当中那些恐惧、不安、焦躁，然后将耶稣的平安、耶稣的智慧、耶稣的恩典施加给了我。然后主又与我同在，叫全世界的人都听这个福音，摆脱罪恶，摆脱邪灵，引导他们过上蒙福的生活。一想到这个事情，我们真的特别感谢。来我们教会的人，大部分人都罪得赦免了，不再受邪灵的引导，大部分人都跟耶稣在一起。所以即便有困难，也是耶稣与他同在，帮助他，所以过上蒙福的生活。所以能够看到神施加给我们说不尽的祝福。我们从主日晚上开始，周一上午，周一晚上，周二上午，还有周二晚上。明天呢，我们有外国人演唱大赛，我们这样分块儿也听演讲，也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。那现在呢，我们 IYF 里面成员的特别喜乐，特别高兴。那各位来到 IYF 里面的话，就不再受邪灵的牵引，就能跟耶稣成为一个。那告诉我们如何用十字架上的血罪的赦免。如果当中还有人不明白的话，今天晚上跟各位的负责教师或者是牧会者说的话，他们会特别热心的给各位解释如何罪得赦免。那来参加我们 IYF 世界大会的所有人呢，不要只是想来到这里度过几天的愉快时间就过去了，而是获得罪的赦免，希望能够与耶稣基督成为一个，然后能够经历这宝贵的做工。行淫的妇人，她行淫之后只能被石头打死，可因为耶稣见到了这个女人，本来这个女人只能是死的，可主呢，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保守着她，给她施加了说不尽的恩典。亲爱的各位，各位这一次来到这里参加大会，真的遇到耶稣，罪得赦免，耶稣总是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保护我们远离这邪灵，真的希望能够有非常宝贵的做工出现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一次来参加大会的人当中呢，按照自己喜欢的
去听教育，也听话语，然后在这里度过时间。愿这一次大会能跟神同在，而且通过神远离邪灵，然后战胜邪灵，然后仔细听通过耶稣罪得赦免的这个事情。愿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总是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到永远的那个世界，愿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在一起，希望能够度过这宝贵的时间。虽然我们因为新冠病毒没有办法经常聚在一起，过去我们一起聚在一起做事，跟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分各个领域一起准备这样的事情，那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罪得赦免，将耶稣迎接到心里面来，通过耶稣蒙恩典，希望能够过上宝贵蒙福的生活。行淫的妇人在行淫时被抓，她只能被石头打死，可耶稣不仅拯救了她，而且一辈子成为了她的主人。看到非常蒙福的引导他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么感谢。那我也是自从罪得赦免重生之后，神向着全世界许多的人讲述着我得救的部分，有很多的人罪得赦免得救之后蒙到了祝福。那我罪得赦免之后，有神的圣灵与我同在，战胜这邪灵，然后我就在很多人面前讲话语，也愿各位的家人没有一个人受这邪灵的引导，就像我也是罪得赦免之后与耶稣同行一样。愿这种祝福跟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。我做一些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非常感谢我们因着罪只能遭到灭亡，只能遭到咒诅，可耶稣临到之后代替我们被钉十字架，他遭受了我们要遭受的所有刑罚，非常感谢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就是在这世上过幸福的生活，也是假如不洗罪的话，只能遭受永远的灭亡。神呢，这是最可怜的。可 IYF 呢，无论谁都能罪得赦免，在提供着与耶稣基督同行的道路。无论是谁遇到耶稣罪得赦免，摆脱这邪灵，那我们能看到他们过着非常荣耀的生活。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还是年轻的，又或者是教师、学生或者是家长，愿他们都能蒙耶稣的恩典，罪得赦免。无论到哪里，耶稣都与他同行，来引导着他们。愿天国的平安跟智慧能够临到他们。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来祝福所有人，愿没有一个人不洗罪回去的。愿主来施下恩典，我们向主先生感谢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各位非常感谢。